来总，你这就不落脚喽。。哎，大哥，就这样子就算了。看来这边这还值得几千块钱呢。人家以前只开四个滚滚的大奔，现在只能开两个滚滚的电瓶车了，耗子还是我老板，烦了。吹的吹，吹的吹，那小伙都不出船。你们造火柴哦？我想一下，在这儿住的时候会缺钱啊。哎，昨天我听到菜边个老太婆说的，今天是冬至，她要去烧炉子祭祖，明天就去提新车。那买车子搞啥子？啊，还去买车哟？买到车嘛，过年才好出去耍噻。你们反映这个消息很重要，我小志同马上联系王改员，如果说情况属实，我们立即进行搜查，来个强制执行。还喊啥子嘛？连少年大儿都晓得了，直接把我抓了，没对了嘛？不能那么急拿出吧，还是一小比较好。赖到了赖账不还，简直是芝麻钻在心骨头，过路人都晓得，还紧张还是什么还是？老二，你少跟两句。王老板，你不要生气哈，我兄弟就是个暴脾气。没事。主要是主要怪那个吧，欠我们就欠了一年多了，兄弟我都遭不起了。嗯，是的，心情可理解。哦，多别动，我去找毛师。哎，来，王老板，我晓得你要烧烟的。谢谢，我已经戒了。你都戒烟了？关老板，哎，我们是同乡哦，你是柳江人，我还是柳江人的嘛。其实我是中巴人。哎，我没说错噻，柳江是你站都不得地方的嘛，是你第二故乡哦。看来你很了解我的工作嘛。为啥子花园在赖大伯的账上差不多有钱？他好像去买车，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把钱存在银行里头，说不定他屋头存了有大量的现金。嗯，有道理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所以我们到屋头也把钱取出来。这咋个取啊？工欲善其事，必须利其器。我以前是开奔驰的，现在只能切个破电瓶车，都是那欠钱不还的龟儿子害的。你还信不过我的为人？你们警察都发去告我吗？你们上来我找他一起。赖大伯，这个赖干部天天哭穷不花钱，那早就想到屋里看哈到底有没钱。偷？那犯不犯法？给老子！本来就是我们想花钱，赖大伯天天不还，我们自个儿把钱拿回，那叫偷啊！明天赖大伯就要提前拿车了，今晚上趁老板烧纸的时候，我必须把钱拿回来。大哥，你真的指望法院能帮我们吗？一句话，干还是不干？夜长梦多，就怕节外生枝。干，官二哥在上，请保佑我兄弟三人
今晚举事成功。二哥保佑。笑嫂子笑，乖儿我们一定输的。二哥，我听到你说二哥保佑，我就想笑。老二，算了，你又不晓得哪个缺根筋，我们得商量下下该怎么办。大哥，你太胖了，这种方便，你在外面放风的，我借你拿钱。老三，老三，算了，你哪个少根筋，你在外面等到起，有需要再喊你。对了，我晚上微信联系。太大包出来了，屋头没得人。晓得了，晓得了，我钥匙配好了，马上就到。都啥子时候了，还得配钥匙？抓紧时间。磨刀不误砍柴工。静音开始行动，老高上来了，说你们计划啥子？说说说，你把嘴巴给我堵了，说个串串，说个串一个。这样子你可以说了吧？大声我都不敢说。你龟儿嘴可正经了。哼，你们老三还来比划了。我是老三，你女儿在我这里。啥子？别过来，我还没做事呢。你要好多钱？啊，钱。别做算了，开个价吧，至少不要贪心。嗯，二十万。啥子？这二十万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是欠我们二十万装修款吗？好，要哪儿款喽？那就十分钟以后在你家楼下见面吧。好，你二百两不准了。太好了。我也把大哥叫上，咱们大家今晚就把这事情彻底了解吧。喂，哈哈，堂堂不才，黄雀在后。你好，您真好。老三平时那么老实的，关键时候还笑得很熟的。哎，老子最恨话多的人。你们真是处心积虑，蓄谋已久啊！哪一种？你不算可以报警，我杀的这个人是哪个杀的经理？啥子才能干得出来的？老子最恨别人要挟我，要挟我。我二哥呢？我女儿呢？在后头。幺六。哎。老汉儿，你今天没要接我放学，是这块叔叔把我送回来的。这叔叔真是活雷锋啊！爸爸要好好感谢了。幺六，你想上楼梯？嗯。现在这儿自己数。你好贵哟，我差你二十万。先还你二十个银两干啥？你个老子猪。我的兄弟回来了，给他等着俺包洗洗洗。我的兄弟回来了，给他等着俺包洗洗洗。官方官，这是绑架犯，快点把抓起来！来了吗？把刀给放下。我才是受害者。耶，你们法院咋进不了这些坑蒙拐骗人呢？放下他。
最黑那个打了老坤。先把他铐起来。哎，我才是受害者哦，我只想拿回我自己工钱。老二啊，老二，你怎么做这样子的事哦？管不管？你看今天晚上事情能不能够通融通融？这块事情已经涉嫌犯罪了，我还真管不到。你不是叫管得管吗？你告诉你报警还是我报警？二十岁我开始学生意讲，师傅硬说我跟师娘有一腿，你们不晓得，那会把我打惨了。前几年我耍个女朋友，她嫌我穷，要你吗？跑了，实际上是个官儿。我报案。今年老大、老三喊我去跟赖大伯做哥，就是官难承包，有个罪味儿。本来我你们快点过来嘛！哟喂，二哥，你就不去喊按到了？别动，你还办啥子办？你们干啥子哦？老大。老三，你们那个叛徒！被告人吴老二犯盗窃罪，判处管制3个月，并处罚金2000元；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管制3个月，数罪并罚，确定执行管制5个月，并处罚金2000元。被告人如赴本判决，可在收到判决书10日内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被告人，你听清楚没有？是否提起上诉？听清楚了，我认罪，不上诉。杨经理啊，该搞办法吗？没两天我们这边钱拿不回来了。开始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老三，我们坐一坐吧。真的有点想了，管不管？你们下了班都不休息，听说你把钱我挣回来了。我接到的执行，包下是之外执行，王刚有深入执行，这些都是我们执行工作的创新举措。你们这些举措噻，有点搞火了。听说你们2年之内就要解决执行难的问题，你们这儿下去肯定得行。我那何时回来？等老二办完手术出来，你们一定要提醒了，在管制期间要遵守相关规定，就及时回去，一定要走合理合法的渠道。不能耍那些歪门邪道。这马上过年了，你们咋打算了？我还是跟着我老弟，我还是跟着老板耍。他说你们这块有装修活动。师傅，就是这是企业主管说话的，他也举办的二十个具体的事宜的，他就直接写给他说。举报信，贵月执行局管法官。很有可循，可能司法不公，我们觉得他靠不住。一个老百姓，对你还老猛啊，是？他真不晓得是哪个写的哦。花花，你不要管了，我家其实没钱人，那个肯定上得去。没事，有在该处，无在巧面嘛。不过呢，能听到群众内心的真正的声音，